你们来了，我这里有份非你们不可的委托，正准备交给你们呢。还有非我们不可的委托？哦，那怎么说也得是魔神级的委托了吧。冒险家协会的委托并没有这种分类，这次的委托也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规模，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寻人委托。啊，那为什么说是非我们不可呢？前一阵子我在清点所有积存委托的清单，偶然间注意到了他，看似普普通通，却有着连续十几次委托失败的记录，其中还不乏一些很有名望的冒险家。于是从冒险家协会信誉与须弥分会业绩的角度，我希望可以委托给近些年委托完成率最高的冒险家。那当然就是我们啦。啊，希望二位可以再尽力尝试一下。如果你们也做不到的话，我就准备联系委托人协商取消委托的事宜了。所以你快说说吧，这个委托究竟是要找谁，难点又在哪里？寻人委托是由维摩庄的村民们联合发布的，说有一位村民失踪了，不过他们甚至连那个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他的大致特征和样貌。啊，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吗？而且那么多冒险家最后都失败了，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或者说是恶作剧之类的？这种可能性不大。过来发布委托的村民有好几个，看他们的神情和语气都十分恳切，不像是在开玩笑。更何况发布委托也是需要支付摩拉作为手续费的，这种恶作剧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总之你们可以先到维摩庄问问看，虽然我这里也有一些资料，但还是直接从村民口中来获取信息更加稳妥，以防误导。嗯，那走吧，我都开始有些好奇了。先去找村民们问问关于失踪者的情报吧。解决最困难的委托，要从最细致的调查开始。哟，你好，是想买点什么东西吗？我在这一带做生意。不是不是，我们是专程过来的冒险家，刚刚在凯瑟琳那里接到了维摩庄的委托。那件事啊，也算是劳烦你们这些冒险家一趟一趟往这里跑了。老实说，我们大家都不怎么抱希望了，每次都是有人信誓旦旦来帮忙找人，结果很快就铩羽而归，各种线索我们都被问烦了，维摩庄周边也快被掘地三尺了，就是没有任何新的进展。那他到底叫什么？原本住在哪里？他的亲人们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这么不耐烦吗？哦，不好意思，我那不是不耐烦，而是依次回答了你的三个问题。话虽这么说，但其实我们都对他印象很深的，都是在维摩庄过日子的人嘛，记忆里也一起做过很多事，只是并不了解他的这些具体情况罢了。也可能以前知道，但现在没人记得了。反正村里大家交换过情报，结论就是如此。好吧，就当是这样吧。那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呀，印象里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非常热心肠，人又和善。我这边没什么客人的时候，
偶尔就和他聊聊天，有时候又看见他冒冒失失的给人家帮忙，挺有意思的小伙子。看起来你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嘛，一聊起他表情都不像之前那么愁眉苦脸了。可不是嘛，大家应该都挺喜欢他的，不然也不会一起到冒险家协会发委托找他。像他这样单纯的年轻人不多见了，怎么就忽然消失了呢？但愿不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或许只是偷偷搬走了之类的。不会的，以他的性格不可能会不辞而别，就算如此，他搬家的事也不可能躲过我们维摩庄所有人的视线。哦，好吧，谢谢你的情报，我们再到别处问问。只要他别出事就行，拜托你们再尽力找找了。是客人吗？你好，阿玛兹亚爷爷，我们是接到维摩庄的委托才过来的。哦，那可真是辛苦你们了，这么大老远过来，那孩子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能多给我们讲一些失踪者的事情吗？当然可以，只要能对你们有帮助。我虽然眼睛不太好，但过去总是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听不到了，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他的父母好像都不在维摩庄，但那孩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孤单，还总是愿意做那个陪伴他人的人。他经常去孤寡老人家里做客，也喜欢带着村里的孤儿一起玩。不管谁遇到了伤心的事，他都乐意听人家倾诉，又总是很会安慰人。身为村长，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从精神上帮助那些身处困难的人，本应是我职责的一部分。难怪他失踪了以后你们那么着急，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好人呀。可是关于他的名字、住所、家庭情况之类的，村长你也完全没有线索是吗？哎，这也是让我十分惭愧的事，无论如何我都应该记得的。或许是我真的年纪大了，这些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啊，没关系的，不用强求，我们会想想办法。旅行者，你现在怎么看？我也这么觉得，再怎么说他的名字都没人记得了，也太奇怪了。住所和家人也都没有相关线索，这个人简直就像从现实里被抹去了一样。你的意思是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是被抹去，而是从来都不存在？等等，这对我来说有点难理解。只存在于记忆里的人，你们是刚到维摩庄的冒险家，是接到委托才来的吗？啊，没错没错，我们正在调查失踪者的事。太好了，谢谢你们还没有放弃。我一直都担心冒险家协会要把我们的委托撤掉了。我叫阿托莎，也住在维摩庄，请你们一定要再努力试试看，拜托了。这位小姐，你不要着急，你和失踪者很熟吗？有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呀？线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算是线索，
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吗？这棵树下。嗯，看似平平无奇，但对我来说又充满回忆的地方。我们曾经会坐在这棵树下聊天，看着天空中的云朵，感受风的方向，一坐就是很久很久。我是在森林里被寻灵员发现，后来被维魔庄收养的孩子。尽管大家对我很好，每天也过得很热闹，但曾经的我还是会感觉到孤独。孤独？怎么说呢，有些心事，不管是开心也好，伤心也罢，总是不知道该向谁倾诉，或者说不知道该不该倾诉。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有些时候敞开心扉或许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啊，你也是这样的吗？嘿嘿。是吗？那可太好了，真是羡慕你。而对我来说，他应该又像是亲人，又像一位能理解我的朋友吧。不管我遇到了什么，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说。他的心思单纯又细腻，脸上的表情也总是充满了耐心与兴趣，就好像在听他自己的事情一样。自从他消失以后，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想要和他讲。不不，那些事情也都没那么重要了，只要能再见到他就好。你们两个关系真的很好呢。那在你的印象里，他有说过什么关于自己的事情吗？他讲的大概都是维魔庄里他见到的趣事，还有自己的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哦，对了，我有一次问过他，他的父母在哪里，但他只是回答说，他们不在这里了。我也不敢追问，那究竟只是离开了，还是不在人世了的意思。还是没什么线索吗？聊了这么多还是没能帮上忙，实在是抱歉。上一次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还是和他一起的时候。这么说来，好像每次和他聊天也都是在这样的黄昏时分。在记忆里，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慢，有时候感觉明明聊了很久很久，可是天却还没有暗下来。好像放松下来以后，时间就是会变慢呢。你怎么了？几个丘丘人是不是样子有些古怪？深渊教团，难道是他们搞的鬼吗？发现我们了，快迎战吧！预备，嘿呀！放下武器。Thank you.
后通敌。救援登场，束手就擒，一顿刺正时刻。谢谢你们，没想到这里也会有魔物出现，要不是你们在可就麻烦了。哎，举手之劳罢了。这么说起来，最近维魔庄附近的丘丘人们确实比之前要活跃很多，他们经常表现得躁动不安，有时还会进行无差别的攻击。村长已经不让孩子们在维魔庄周边玩了。啊，难道真的和深渊教团有关？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回维魔庄看看情况吧，但愿村民们不会遇上什么危险。等等，那个身影是大鹰斯雷布。哦，是你们？是你们的朋友吗？那我先到村子里面确认一下村长爷爷他们的情况，回头见吧。回头见，阿托莎。你这神出鬼没的家伙，每次都要像这样突然出现吓我们一跳才行嘛。只要你们也在追击深渊，那我们的路线总会交汇，与我个人的意志无关。那这么说，你是追着深渊教团来到这里的吗？而且看你刚刚还解决掉了一批深渊魔物。当然。嗯，莫非你们不是？不管怎样，就算再怎么迟钝，现在你也应该发现这个地方有蹊跷了吧？深渊教团一定是在这附近筹备着些什么，或者更进一步，正在进行着什么计划。所以你觉得附近丘丘人的躁动是深渊教团干的吗？事到如今，引发丘丘人骚动这种小事，想必肯定不是他们的目的，最多应该是某些计划的副产物罢了。不过这件事对维魔庄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我们最好先留下来保护这里一阵子比较好吧。保护之余，更重要的是弄清楚深渊教团准备在这里搞什么名堂，这才是防止进一步悲剧的关键。我本来也没有回避问题的意思，放心，这次我们时间还充裕，可以好好聊聊。原来你们是接到了那样的委托才来到这里的吗？似乎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的确令人在意。我也并不认为这会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但还不能确定与深渊教团的联系。除此之外，就只有丘丘人的躁动这种浮于表面的线索了，还是没什么收获。就是他血亲的记忆里那个神秘的声音，好像是什么罪人，他到底是谁？旅行者，你会认为你的血亲背叛了你吗？是吗？在彻底弄清真相之前，我看出了你的犹豫。在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出现之前，你们的关系完全还有回旋的余地。不像你们想要了解的那个罪人，他和其他罪人一起早已背叛了国家，也背叛了我。他的名字是预言家维瑟福尼尔，虽不愿提起，但他确实也是我的血亲，我的哥哥。那个人是大鹰的
哥哥。罪人共有五人，也即是坎瑞亚的五大罪人。贤者海洛塔蒂、预言家维瑟福尼尔、黄金莱因多特、极恶奇苏尔特洛奇，以及猎月人雷利尔。无论我的记忆如何磨损，这些名字都不会忘却。终有一天，我会向他们所有人复仇。这些名字很多都很熟悉，创造阿贝多的莱因多特，斯科克的师父苏尔特洛奇，还有我们刚刚知道的引导克洛达尔创立深渊教团的戴因的哥哥预言家维瑟福尼尔。他们都曾是在坎瑞亚被寄予厚望的人，是各个领域同辈中的翘楚。计划本应是由包含我在内的六人一同前往，阻止灾厄的发生，阻拦黑王继续动摇世界的根基。然而心底埋藏着各自欲望的那五人，没能禁得住深渊的诱惑，瓜分了那些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他们成为了罪人，也成为了超人的存在。每个人所掌持的力量都能与世界相匹敌。而后坎瑞亚灾变发生，他们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阻止这场悲剧。我无法原谅。没错，如果继续放人，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也会将整个世界背叛。没什么，我说过的，我不准备回避你的问题。那么戴因，之前那段时间你有调查到什么吗？我继续在追查关于命运的织机的问题。自那份命运的织机原动计划启动已经过去很多时日了。尽管我们曾经通过夺取世界上第一颗耕地机的眼睛阻止了他们计划的某个阶段，我记得是说要改造魔神奥塞尔什么的。不过很明显，那应该也只是某种技术性试验。即便他们还尚未得到那颗不可或缺的耕地机的眼睛，但他们选择跳过了试验阶段，依然在以某种方式推进着计划的执行。有很多迹象都能表明这一点。那怎么办？还来得及吗？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命运的织机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以便由此反推深渊教团的目的。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线索，我猜测命运的织机应该和地脉有关。地脉？上次旅行者能够看到血亲的记忆，其原因便是那一带的地脉不稳定。而最近我在追查深渊教团的期间发现，只要是他们活跃的地带都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地脉问题。那按照戴因的说法，这次我们来维魔庄要找的那个似乎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或许也可以关联上了。你们说的这些不无可能，明天我也会加入你们的调查。这次的事件的确可能会成为某种契机。又要和戴因一起行动了吗？那我们赶快养精蓄锐，明天去稍远一点的地方再看看吧。昨天有点用脑过度，现在还是困困的。
都怪戴英说了那么多难懂的话。我们去找戴英吧，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是遇到什么事了吗？你们说的那个失踪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概20岁出头的男青年吧。到底怎么了呀，呆爷？现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凭空多了一些东西，是一段有关他的记忆。什么？会不会是我们昨天聊了太多有关他的事，所以你昨晚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不，那不是梦，是今早我醒来以后忽然出现在脑海中的一段记忆，而且我很确定我从未见过这个人。我记得在那段回忆里，我把世界上第一颗耕地鸡的眼睛送给了他。啊！所以现在可以确定，那个失踪者与深渊教团有关联了吧？而且那个家伙应该拥有往人们的脑海中投放记忆的能力。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微魔庄的大家会不会也只是被投放了虚假的记忆？原本大家应该不认识他，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今早的这件事对深渊教团来说其实也暴露了一个事实。暴露了什么？他们的目标依旧是世界上第一颗耕地鸡的眼睛，并没有把寻找他的事情抛在脑后，给我投放这样的一段记忆，想必是为了扰乱唯一知道眼睛下落的我的思维。你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我认为深渊教团应该还没有能力让那段记忆变成现实，但考虑到他们对眼睛的执着程度，我们也应该拿出对等程度的谨慎才稳妥。和我一起去确认一下吧，眼睛是否还在我们手中。是要到你藏眼睛的地方去吗？Thank you.
在这里吗？荒郊野岭的确不是容易被发现的地方。那我们赶快去确认一下吧。等等，旅行者。哦，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进去。啊，喂，等等我。留下魔拉来，不许动！看看这个，我来守护你。预备。看上去这里的机关随着时间流逝产生了一些变化。侧面的门可以去往上层，去那里重新启动机关吧。
开这里的机关了。继续前进吧，我们所要抵达的终点就在前面。这里就是尽头了吧？当心，是深渊的气息。深渊教团的家伙，他们真的来了！风斩马，不许动！小心着火！护持之火，束手就擒！动静恶孽，逐孽鬼影，动诛师。魔的显灵，最后通灵，看看这个，后援登场。好，与我还手，预备。和我预想的一样，虚假的记忆果然是个陷阱，深渊教团真的跟着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样一来也就有机会见到。大爷，你突然怎么了？感受到了吗？是地脉的扰动，深渊教团又在捣什么鬼？你的体质还真是敏感，我好像没什么感觉。你们先用那边的机关离开吧，按我说的做。深渊教团正在行动，现在回维魔庄的话，或许有机会抓到那个失踪者，也可以当作是兵分两路。我就知道，除非主动踏入你们的陷阱，不然你是不可能来面见我的。你将自己与耕地西的眼睛都作为赌注，赌注如此之大，经不住诱惑而踏入陷阱的应该是我才对吧？墨光之剑，带鹰四雷步，你一个人来的，
你的那些信徒们呢？怎么没带在身边？在有所防备的末光之剑面前，投入多少兵力都是一种无谓的浪费，还不如由我一人来直面你。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但在那之前，先击败我，如何？深渊教团正在行动，地脉也有些异常，抓紧回维摩庄吧。啊，你看那边的丘丘人，之前不是还格外躁动不安的吗？现在怎么又变得格外安静了？在新的世界，他们告别蒙尘的太阳，终于不再思考那些苦难，不必再甄别关于亵渎的概念，以此为代价，灵魂变得纯净而透明。你听到了吗？刚才那是什么声音？语气有些温柔，是那个声音安抚了这些丘丘人吗？哦，搞不懂，再到别处看看吧。还有这边的丘丘人，他们也安静下来了。看啊，你我都在呢，我们换回了无尽的时间去爱，悲伤时也不需要再握住任何一滴眼泪。这里，这里，他们难道是睡着了吗？在最后，他轻轻地说道：“安睡吧，父亲。安睡吧，我爱的人们。再次醒来的时候，我们不再区分彼此。”好像诗句，又好像故事。至少这些丘丘人不再躁动了是件好事，维摩庄这下安全了一些。先别管丘丘人了，戴英说趁现在说不定可以找到那个失踪者，抓紧去维摩庄吧。
爷，你们没事吧？附近的深渊教团好像在活动。深渊教团在活动，这倒是头一次听说。谢谢你们的关心，至少在我看来，今天的维摩庄一如往常。是吗？那就好。哦，对了，今天我们不在的时候，有发现什么关于失踪者的线索吗？失踪者？你们指的是谁？谁失踪了？啊，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维摩庄的年轻人呀，还去须弥的冒险家协会发布了委托。若不是接到那个寻人委托，我们也不会到维摩庄来。实在不好意思，你们先不要着急，有可能是我年纪大了忘记了什么，但至少此时此刻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些事都一概不知，不如你们再找别人问问看。怎么会？好吧，真是打扰你了，阿玛兹亚爷爷。肯定有蹊跷，我们之前刚和阿玛兹亚爷爷聊过那个失踪者的事，不可能今天就突然忘记了呀。你怎么看？难道说维摩庄的大家关于失踪者的记忆又被抹除了？也对，能造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有许多，再找别人问一下。失踪者，谁啊？果然也是这种反应吗？就是那位你还夸过他的，经常和你聊天的小伙子。20多岁，你说他又和善又热情。哦，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你确定吗？现在想起来了。我很少对现在的年轻人评价这么高，如果你确定那是我给出的评价的话，答案应该就只有他了，不会错。可你们为什么说他失踪了？哦，我刚刚才看到他和别人一起出村去了，应该不会走很远。奇怪，巴兰还记得他，甚至刚刚还见过。让我想想，难道说并不是记忆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回到那个人失踪之前的时间了？就像大慈树王当初那样，所有人都不记得他了，涉及到了记忆的变动。如果是时间倒转，我们回到了他失踪之前的时间，就能解释村民为何说他没有失踪。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如果是在某人记忆里的话，回到过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现状应该和地脉扰动有关。
就像大慈树王当初那样，所有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如果是在某人记忆里的话，我们在某人的记忆里。对啊，我怎么忘记地脉扰动的问题了？就像你上次进入了血亲的记忆一样，我们现在也身处某人的记忆中了吗？而且这么说的话，也能够解释这里的时间点为何是那个人失踪之前的过去了，毕竟是记忆嘛。是呀，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现在终于有机会找到他了。可是刚才巴兰说他和别人出村去了，这些要到哪里找呢？也不知道地脉扰动现象会持续多久，时间够不够，这里是谁的记忆也还无法确定。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了。我们之前基本确定了失踪者所拥有的能力是……对，就是这个。如果从他能力的角度出发，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让我们更接近他呢？比如，这种能力会不会有什么破绽？那些记忆中的场景应该都在维摩庄或者维摩庄附近吧，是否能够超出这个范畴还尚未可知。如果记忆中的时间会流逝的话，更容易产生与原本记忆的冲突，违和的感觉会大大提高。亲身经历产生的记忆和被投放进大脑的记忆毕竟有所不同，或许具有某种时效性。那些记忆中的场景应该……不对，已知情报中并没有能够佐证这一点的信息。不对，我们无法证明一些记忆究竟是被遗忘了，还是从来不曾存在。怪不得，我发现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天空的颜色一直没有变过，说明这里的时间也没有流逝，这就是投放记忆这种能力的破绽吧。哦，由于记忆是被额外植入的，也就相当于是被植入者一天24小时以外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如果这段记忆里的时间还会流逝的话，就很容易察觉到异常。比如，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好像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做了两件事？为了减弱这种违和的感觉，它只会取一个时间点来投放记忆，而非一个时间段。天空的颜色和他曾经描述的时间点一致，大阴司雷布刚被投放过一次记忆，难道说其实不止一次？本来还以为村长忘记了他，原来只是还没到发布寻人委托的时间点。我想起来了，阿托莎是这么说过。这么说来，好像每次和他聊天也都是在这样的黄昏时分。在记忆里，时间会变得很慢很慢，有时候感觉明明聊了很久很久，可是天却还没有暗下来。没错，这就是关键了，这里毫无疑问就是阿托莎的记忆。他和阿托莎一定在那里。
所以结业婆婆呀，真的是年轻时候当佣兵养成的口癖，并不是要故意吓唬孩子们。对了，感觉总是我在分享我的事情，你呢？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那个，实在没什么的话，就比如，谈谈对我的感觉。你是一个虽然坚强，但又十分细腻的女孩子。你会遇上很多很好的人，拥有很幸福的生活。不再惦念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那边的是你的朋友吗？记忆里的阿托莎，这时候还不认识我们吧？啊，算是吧，是我的朋友。他们应该花了一些功夫才找到我。所以说，实在很不好意思，阿托莎。这个话题我们未来再继续吧。我要先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了。未来啊，好的，那我就先回文魔庄了，我们下次再聊哦。很高兴见到你，旅行者，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吧。深渊教团的创始者，打破了不死诅咒的男人，在那极度的悲伤之中诞生，他将会成为命运的织机。窃取了深渊力量的坎瑞亚五大罪人之一，戴因的哥哥。不对，再好好想想。深渊教团的创始者，打破了不死诅咒的男人。不对，再好好想想。在那极度的悲伤之中诞生，他将会成为命运的织机。你是卡利贝尔·亚尔伯里奇？你认识我？真是令人惊讶，我明明没有见过你。哦，我明白了，是记忆吧。通过你血亲的记忆，见到过那个时期的我。这里是阿托莎的记忆。本来，我是想来向他道别的。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聊吧。至于道别的事，就稍微留下些信息给阿托莎好了。
你可以理解为是我的意识空间吧。毕竟你们已经知道我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了。没关系，招待客人的力气我还是有的。一直都希望能有机会和你这样聊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极度的悲伤与苦痛，血脉中流淌的期望与悔恨，再加上量级超乎常识的深渊力量，父亲曾说具备了这一切，我便会成为命运的织机。但事实上并不能说是我成为了命运的织机，命运的织机只是利用我搭建了起来。其实在那一刻，卡利贝尔亚尔伯利奇就已经死了。现在在你面前的我不过是命运的织机中残留的一个意识罢了。至于命运的织机，则是可以用来编织地脉的机器，起初只能用来创造和投放一些记忆，随着命运的织机逐渐完成，效果会越来越强，直至可以编织出真正的地脉。而当命运的织机彻底完成，能够编织地脉的一刻，低层次的影响记忆的能力便会消失。从而成为真正世界级的工具。在命运的织机完成之前，操纵这台半成品的权限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补偿吧。毕竟我曾为他献出生命。啊，那个呀，擅自给大家添加了那些记忆的确是我的错，给你和维魔庄的大家都添麻烦了，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让他们感觉有我这样一个人曾经存在过，就好像我活过一样。我知道你此刻应该在想什么，应该会觉得我在做毫无意义的事吧。可是我真的真的好不甘心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我活过的话，如果我拥有属于我的人生的话，在人们眼里我会是个怎样的人呢？阿玛茨亚爷爷、巴兰、杰叶婆婆，还有阿托莎，没有灾难，没有诅咒，只是在世界上一个安宁的村落和大家平静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很好奇，所以自私的想要试着拥有我自己的人生，哪怕只是靠人们的记忆去拼凑出来，拼凑出我好像在世上活过的样子。
想必这应该很丢人吧。毕竟我早就应该死了，我的生命在八岁那年就结束了，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长大，唯有精神上的年龄在虚无的增长。就连我现在的这副样子，也只是照着父亲的模样幻想出来的我长大以后的样子。我知道，但是我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我在现实中存在的话，我也想忽然站在大家面前，吓大家一跳。啊！你说墨光之剑带阴司雷布大人啊，他那边应该已经结束了，不需要再过去了。嗯，我原本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而现在可以像这样在意识空间与你对等的谈话，原因只有一个，命运的织机已经完成了。不需要担心戴因斯雷布大人，他现在很好。之所以会失去眼睛，只是因为刚好被我猜到了他的想法而已。那颗眼睛从一开始就一直藏在戴因斯雷布大人的体内吧，所以他原本的计划应该是将计就计，将深渊教团引到虚假的藏宝地，并得到再次面对王子殿下的机会。而至于耕地机的眼睛，他交给了你，并让你先行离开藏宝地。如此一来，戴因斯雷布大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又保证了眼睛的安全，非常周全的计划。是的，那是因为他自以为已经交给了你。在你们进入藏宝地之前，等等，旅行者。啊！啊！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进去。在那一刻，我投放了内容为戴因斯雷布将眼睛交给了旅行者的虚假记忆。由于当时情势紧张，戴因斯雷布大人信以为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抱歉，我必须要让命运的织机完成，为此我们需要那颗眼睛。
我没有任何掩饰的意思，但我的确不清楚王子殿下的目的。提瓦特的地脉体系深深根植于星球，创造新的地脉既无法替代又无法延展，在殿下可能存在的计划面前，我太过渺小，无法窥视其全貌。但至少我已经用命运的织机完成了自己的目的。你还记得吗？我的父亲克洛达尔·亚尔伯利奇，你应该在记忆中见过他。那时作为丘丘人的我被深渊的力量换回了神智，在那一刻我的精神上面对着难以言喻的恐慌，而父亲用一个故事安慰了我。他说这里是童话的王国，我只是变成了小怪兽的模样。哪怕只有一瞬间，那确实消除了我的恐惧。如今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命运的织机近乎完成的时候，创造记忆的机能达到最强的时候，由我向全部的丘丘人投放一段虚假的记忆。记忆中我会学着父亲的样子，给他们讲一个关于童话、关于爱、也关于我们的故事。我做不到改变世界，对于连现实世界中的存在都失去了的我来说，这是我能想到最值得去做的事了。作为命运的织机中残存的一缕意识，我本应早就消散了，是这个目标支持我撑到了现在。如今我讲完了睡前故事，也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是吗？没能赶得上见卡利贝尔最后一面啊。卡利贝尔的意识已经消散，这里也变成了即将消失的无主空间，你我都不应于此存在，也就无法触碰彼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很想拥抱你。我们随便聊聊吧。
能有机会像这样停下脚步，和你放松的聊天，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刚才那场战斗可真是够呛。哦，我是说我和戴英。想不到如今，他向我挥剑的时候仍会有所犹豫。否则我恐怕依然不是墨光之剑的对手，500年前更是如此。是啊，命运的织机，我目前也还没有找到将它的作用完全发挥的方法。不过我还有时间。在天理苏醒之前，从500年前凯瑞亚灾变以后，天理便陷入了沉睡，没有了声息。不久之前，你应该也见证了水神自毁神座的事吧？如此辱没规则的行为，天空岛却没有任何动作，也可以视作一种佐证。然而天理必将苏醒，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契机是什么，也不清楚理由会是什么。算是吧。你看，就像卡利贝尔，他是那么的单纯，和此处他内心世界的空间一样，简单而又平静。就连他作为修修人时，摘下面具后在镜子中看到的东西，也无法污染他的精神。有些人即便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能够治愈他人。可又是谁剥夺了他存在的资格呢？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对天理的感情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赢。在这个世界，只有你会这样叫我。本来应该有无数的问题想要问你，但现在又忽然没那么想问了。因为我搞不明白，从一开始就只是搞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不能和我继续旅行呢？在我旅途的终点，我来到了一个叫做中境的花海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其他星球旅行的时候，你说希望可以在宇宙的某处找到一片开满那种花的花海，而那个地方，那片花海就那样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你觉得那会是一种巧合吗？你是说？我也很想你，影。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在我得到那个最后的答案之前，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这里怎么了？已经无主的空间，能够存在的时间也快到极限了吧？其实，在这里你我不仅无法相互触碰，从卡利贝尔消失时期，这个空间里的一切也无法留存在任何人的记忆里。
一切都本不存在。我们这次的见面依然如此。事到如今才这么说。感觉头还是昏沉沉的。我比你醒来的稍微早一点，威魔庄的村民说他们看到昨天咱们两个睡在村子附近，怎么也喊不醒，所以就把我们带回来了。哦对了，刚刚大英来过了，好像受了点伤。确认你没事之后就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没关系吧那家伙。等等，让我回想回想，记忆中好像我们两个一起见到了那位被你称呼为卡利贝尔的人，他就是这次我们要找的失踪者吗？后来怎么样了？我没有印象了。喂，真的吗？那可是关键情报。还有吗？还有吗？后来还发生什么了吗？你在这儿啊，睡得好吗？巴兰，看你刚从外面回来还这么开心，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好事，不好不坏吧。这不是昨天我们维摩庄也再次组织了一个搜索小队吗？总是只拜托你们这些冒险家来找人也不是个办法。结果找着找着，忽然有人说他想起来了。他说有一天的黄昏时分，他路过村外的一棵树下，见到了那个失踪的年轻人。他一个人在那里打瞌睡，后来好像是他的父母来了，叫醒并接走了他。一家人的脸上满是笑容。后来大家也开始隐约觉得是有这么回事儿，之前怎么就忘了呢？哦对了，我们也想起来了，失踪年轻人的名字叫卡利贝尔。真是奇怪的名字啊，要是能早点想起来就好了。希望他未来能过得开心吧，至少这么一来我们也算放心了。大家都以为卡利贝尔走了，也好，事情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不知道阿托莎怎么样了，是不是最好也去看看他的情况？如果他没能想起来，就由我们来告诉他好了。
刚才没见他在村里，我猜他应该又在那棵树下。走吧，过去看看。托莎，你是在这里发呆吗？哦，是你们呀，我还想去找你们道谢呢。我参加了搜索小队，在路上也想起来卡利贝尔先生的事了。真是的，明明是这么重要的回忆，我怎么会说忘就忘记了呢？我好像隐约有印象，他是这样告诉过我。是什么时候来着？算了，人的一生是由回忆组成的，有关他的回忆已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了。只要我能因为遇见过他而感到幸运就够了，至于未来谁在乎呢？好啦，我承认我是在嘴硬，我其实是被甩了吧，不然卡利贝尔先生怎么会不来和我当面道别，而是直接离开了呢？不用安慰我，我没事的。就像卡利贝尔先生常说的，正是因为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人生才显得可贵。如果他有良心的话，希望他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最近真是辛苦你们了，我要去给杰爷婆婆帮忙了。再见，阿威。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大家的生活也会回到正轨。哎，对了，你前面说和卡利贝尔聊完发生了什么来着？啊，画片，哪里来的？让我看看。不许动！我盾，烈影。